分数是。7800。是。好，燕婷，今天的分数是。这位挑战者呢，现在年纪啊是坐二望三，十月他就要满30岁，想为自己做个纪念，就是来当歌手。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社会人士，他叫杨任杰，加油！我是杨任杰，这家在嘉义开了24年的牛排馆，就是我们家经营的。身为这家店第二代传人的我，其实不想就这样被安排。我的梦想是要在30岁以前成为一名歌手。但是我已经29岁了，累积15年的比赛经验，也曾得过学校的冠军。今年是我给自己的最后期限，决定这次是最后一次为自己的梦想努力。恭喜过关，谢谢。今天不论结果，我都会尽最大的努力表现自己。评审还有现场的观众，大家好。我是来自嘉义的杨任杰，那目前就像刚才讲，我已经29岁了。那家里就是从事牛排馆的工作，我也是在家里帮忙。那我们店刚才没有讲到，就是我们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我们家的牛排可以吃到饱，就是不管牛排、鸡排、猪排，你吃完都可以一直在吃。所以如果说评审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欢迎来嘉义找我，我一定可以让你们吃到饱饱饱。我常常听到。等一下，我牛排吃完了，可以吃鸡排吗？可以，都可以。那你们店有赚钱吗？现在薄利多销。这个很有诚意耶。这很有诚意，好适合宽姐去吃啊。那欢迎光临，就是不是宽姐来嘉义找我？我是一定不敢去了，因为我听说很多包裹是从嘉义寄来的。啊，嘉义一带。我好，其实牛排馆王子自己对自己是有一份理想，他是喜欢唱歌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因为我如果说没有成功，我就要回去家里接家里的事业，所以今天站上这个舞台，就是我给我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所以我会放手一搏。好的，机会命运，机会命运，请选择。这是我给最后自己的一次机会，所以我选机会。机会。哇！加油加油！哇！加油！康俊伟目前是南科联电年薪100万的研发工程师，拥有高亢清亮嗓音的他，目前未眠2周。来，我们看看命运是谁。康俊伟，请到台上。任杰好，各位评审啊，现场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康俊伟。好，请坐。啊，谢谢。对，来，你选什么歌？今天带来一首比较特别、比较逗趣的台语歌曲，就是这首歌是阿迪亚的《水杂波》。那这首歌是在讲我们以前，就是我那个年代啦，就是大家都是用情书在爬七大的故事，不像现在大家用手机用 APP， 就我们那个年代都是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才29岁，什么叫你那个年代？我那个，那黄国伦那个年代吧。我国中的时候只有就是小那个一般的手机而已啊，只能传简讯而已。哦。对啊。对，大家还是都用情书在那边爬七大。爬七大，你知道吗？爬七了，好。小燕姐，你那个年代叫拔马子。对耶，我年代叫拔马子。哎，拔马子我就听得懂。哎，你听得懂吗？对对对，爬七了听不懂。好，你回去说我在台湾爬七了哈。好，请开始。读书的时阵来捌一个水查某，暗藏在心，咱甲人讲，因
过彼时我真悲伤。人讲彼叫做青春期，也是讲我拢不知影。有一天我写一张批叫同学帮我提。哎呦，水查某，你的面红啊，亲像冷哥。哎呦，我知影，原来伊是第。选什么歌？我今天要唱的是学不会啊，林俊杰的学不会。好，开始。你的痛苦，我的心疼，想为你解决。看留言，紧握你手，想飞奔往前。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，够真心会超越时间，多付出也多了喜悦，让幸福蔓延。还是学不会少浪漫。照相的事未必带来感动或被感谢，还是学不会解释我对伤，再来从此都不愿怪谁。此刻排列面前，也感觉不埋怨，只怀念。不是学不会，只是觉得。你平常有在唱歌吗？你说店里面吗？不是，你因为你刚刚你那个动作很熟练哦。没有哎，我已经好久没有比赛了，就是以前有参加比赛，可是已经好久没有比赛了，就是因为想说最后已经快三十岁，所以才又报名了比赛。你不要用最后，你才还没三十，人生非常还有好多机会，不要说最后一次啦。是因为想说家里的事业还是需要回去帮忙，就算回去帮忙，还是可以出来比赛，稳定了还可以来比赛啊。我觉得小燕姐，你刚刚会觉得说她唱这个歌为什么那么熟练？其实呢，我觉得她不是对着歌的熟练，我觉得是她是有服务员的 feel， 你知道是。他就是很自然的，他在他，而且流露着在他的表达的歌曲的这个。对，而且他那个眼神呢、啊，对对，睡着我好像看得见，好像看不清。而且他最有趣的是，他一直对小燕姐你在唱哎，他说哎呀，我跑了几天睡着不，然后他一直指你，然后你无动于衷。我是觉得他讲真的是无动于衷。不是，这里只有两个女的，一个是阿坤姐，他不选我，那他选谁？我问你。他好像选择性也不多哈。俊维呢，你的技巧很够，
所以你在包括在高音的地方，后来我其实有担心说，哎，会不会唱不上去？但是你一次一次都表现得非常的好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熟练唱的。嗯，谢老师。我觉得任杰给我的感觉就是还是很阳光的啦，很快乐的这样。但是我觉得俊伟今天的唱的比较有情感一点。谢老师。人家睡着，我没有对着你，你就说人家情感肯定扣分啦、啊、对不对？绝对风暴失仇啦、啊、这不用讨论啦、啊、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打分数了，来看看300位观众怎么说。都谢都谢啊，谢谢我们五位老师了。接下来听观众的什么看法啊，应该也有不一样的想法跟意见。来，这位帅哥，你喜欢任杰还是俊伟的表演？其实我这次比较喜欢康俊伟的歌、哦、为什么、因为其实这一首学不会啊，它是真假音其实要很密切的，是在副歌。那其实像那个康俊伟就有点像，哎，这位同学你好像李威哦是不是？谢谢。不瞒你说，有人说过，他就是李威本人。你看够无聊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，最近都没拍戏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来这里当观众嘛，哈。哎，是，还演。好，然后呢？所以你是觉得他唱的没有你好，是不是？我没这样子。真假音，其实真假音这个部位，他唱的就像齿轮一样，都永远不会分开的，所以很不错。我蛮欣赏这一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有机会加入我们哈。哦，谢。旁边这位也非常好，演艺圈也需要一些坏人的角色。贵哦，十个钱，过奖一下，一直求他，一直求，是哦，所以就是又要馋，又要勤劳，是哇，好棒哦！来一到十招，胡彦斌附送一次。人咧大咧恭维，你都无咧听啊！你好了，因为哦，因为等一下我再讲一下，欸、因为他唱到我的心坎里，他说他30岁要当歌星，对不对？对，我60岁要当歌星，真的吗？是啊，你今嘛几位？我个讲是人生70才开始，对啦，60做歌星无稀奇，是哩，赶紧来，我要歌手唱歌比赛唱歌时，明仔载大明星就是你。哎呦，就搞讲，是。哦，来旁边这位美女，来，您喜欢这个任杰还是俊伟呢？我选那个杨任杰。为什么？他刚刚唱的那个律动，那个轻快，让我真的，哎，感觉那个水查某就是我啦。哎呦，你有被他电到，对不对？有，亲和力哈。对，很可爱呢。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选择他。是哈，哎，旁边的大哥好恐怖，他不讲话好阴森了。你有分裂症，你都要恭维冰冰酒。不是分裂症，因为我再讲一次，因为我是癌症患者，你相信吗？真的假的啦？我是经过6次化疗，你比7，35次电疗，所以我立志，我60岁要当歌星，因为我每天唱歌在疗愈。这个真的要鼓励。哎呀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吃饱你啦。所以我等你哦，我等你哦。我搁呼吁一下，是全世界好朋友，是得到癌症，不是失去生命，不是绝症，不是绝症，是另外一个生命开始。加油，加油啊，乡亲啊！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我们这两位鹿死谁手？来，小恩姐。这位观众真值得非常的鼓励啊，振奋人心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两位的分数。